就是我最近新写的歌，然后我觉得还蛮符合双鱼座的，所以今天要来第一次唱，算是一个全球首唱的概念。谢谢。对，首播。那这首歌还没有取名字，总之就先这样。双鱼座，没有双鱼座朋友这样觉得是吗？嗯，你才是双鱼座的奇葩。我觉得你比较不一样。对，真的吗？他是我，他是我看过最努力的双鱼座。